各位家庭观众，打人是不啱的。其实大家可以选择打牙膠。若い女は二日酔いで電車の中で匂いプンプンさして。やっぱり親のしつ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打掃、打工、打气，进阶少少，仲可以打乒乓波，分分钟仲可以得俾你打情骂俏添。もしかしたら好きになっちゃったのかも。想同佢哋打成一片，就记得9月29号晚打开电视睇《乒乓情人梦》啦。